长镇啊，没有将军，特别多少了。先练一下巴尼莎。我不是梦想啊！啊，可是有订阅功能啊，再支持一下啦。还没试过，昨天弄好，他要申请的限制很多。隔壁的声音比我洪亮的。我那个嘞，他有好奇的，你有好奇的，你有好奇的。哇！他妈的，你好玩，对方。应该有950吧。失误在最后。真糟糕！没关系，我在摸你把心机吧。没有，我一直在想说，然后配那个麦克风。怎么可能？我是在摸你把心机，我要这个心脏。哇！我的天！天哪！失误率有点高。950够啊！啊，你忘了跟我去那个游荡那边？我觉得应该，我怎么样？是吗？本身想耍这个，没了。我在旁边看一下，怎么耍的啦？
没有，我要猜你要点我啊！我要猜你要点我啊！不可能啊！你听见了？要猜有不会点，怎么会不会赢？哇！中场打不晕了。哦，还是会晕。哇！我已经看穿你了，我已经看穿我了，少师弟，太倒地了，见少师弟。呦呦，但是敲一下竟然是70，这样应该刚好。啊，缺 push。啊！输我就没办法讲，你知道？谁的羊？你那不是要讲脏话吗？你还不来？没错，看你哎！哎，这是有什么毛病？什么毛病？这一只还能靠脚射，这一只靠一拳的机会。没听到，没听到，是我要取消开局。边吃饭，对啊，接法还变了。Ken， 没有啊，没有记得，没有啊。放什么？放一只娃娃，巫毒娃娃吗？乖。啊！我要正转手哦。不甘心。你到底射不射出来啊？我这个看，我想问你要接到手，要不要转变你走啊？
要再玩下去吗？你会死哦。对啊，那你妈的。啊！我一样，好吧，好吧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太难播一百段了。来来来，刚好我杰尼龟来，让我杀一下，就不用杀杰尼龟也是不错，可以复健一下，很多就是已经不强还被消啊，很惨呐、啊，有一些。有些已经不强了，还被削啊 ！Selina 这些啊，大门也被削。哎，哦，这个要开我的，因为是因为你的关系吧。啊，很多就是莫名枉死，好不好？谁叫你要打？我为什么要杀我？锦衣龟总被我杀，不定。哎，要复健一下，下礼拜要比赛了。终于找到，之后都在这，很好找啊。女格更新了，对啊，八神完美满。女格更新了。我觉得他大姐是说角色里面感觉最不痛。收音还可以吗？不要这样，好歹也伤他那个打击感，打击感。声音那些还 OK 吧？没有像老张有，也
连欠你感觉都比较痛，可是欠你伤害就是少。如何？感谢，谢谢你们。好，杰尼龟讲话。妈，你三个，我他妈四个，看到我多少啊？好，这杰尼龟的也 OK 吗？打康了，我出去中了，你又不行了。打康，过来。我亲脚，老板。你蹲这个好了。老板，你们看到我脚那么大一只啊，老板。你没看到我脚那么粗一根啊？萝卜腿没有用，太强萝卜腿，看到没有？广告。最强萝卜腿是让流星雨。你看，想跟你交一样。纳吉德对打。纳吉德加血加一只。感谢支持啊！多来聊天。你找到淡水的阿嬤，我的业配鳕鱼香丝还没送到啊。本名叫普利查理可啊。哎。我们去外滩走走。你还没满三格，你别唔惊你。然后总是有魔王真是太好玩了，好可怜耶，这是电脑问题哦，要不然他真是超强。换个纳吉德，墨条皮，然后82，这代他82是罗二好不好，他干点哎，过去，哦，好冷静，这个好球还是被选了，哈哈哈哈。是二被关门。哇，这个有点难。你那会被打枪哦。怎么打我枪？哎，干嘛？太丢人了！你被击倒了。你知道他在踢你，他故意就轻脚点他，你轻脚正面正面正面了，一点他点跳了，好。哎呦，求生存你。你轻脚，你轻脚一脚嘛，点他，然后伸手去捞。还不行。第一场都热身的，啊，就是因为你不动，他就会挤压你啊。哎，我动。你打他是不是要打习惯才行？啊！哦。哎呦！咦，没转出来。
观战好，顺便聊天。谢谢老板。糟了，我看错你啦！今天招不回来啦！好亏啊！要这样吗？第一场都是热身呢。太贪心，死！就是这么痛。来呀，摸胸口先，嘿嘿，你不打我。大克，两只问号。不要浪费你的血啊，大哥！哇！你死的够没命啊！啊！我直接！哇！啊！过来！过来！我的裤子吗？我的裤子呀！哎呦！我这只中东你还好，只是性能太强了。哦，感谢订阅啊！一张惊人的图跑出来了，超瞎！你不要逼我，我快忍不住了。哎。还有一脚呢！哎呀，都闪过！哎呀，你今天闪过致命两脚！这一代还有做眼睛呢、啊。杀给你活塞！啊！来不及啊！一张惊人的图出现。哇！哇塞，我还年轻啊！我还年轻啊，我还不想死。啊！家暴事件要来了。
好吃啊，吃个包。因为是家暴事件，好吃啊。家暴，家暴上演。我都死了。哇，怎么竟然十分控制啊，抢了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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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中东一输全盘输了。复合啊！哇，对啊，这一脚500的复合啊！你中了一脚500的复合啊！哦，这样还用？哇，安安。乱动好，马上角落出命案啊！是一气就500，刚刚都是一气的。没办法，这一代3S 就是这样，暴力平衡版啊。哎呀，还有机会，不要这样，再见了，乱滚。而且压制力又很强，上中下路毫无破绽啊。关不了门，气不够，该把压剑改成手了，改成手就好了。改成手就可能没那么强了。好像听哦，好，我注意一下哦，我看一下我声音有没有把它打开。感谢提醒。哎，靠！我以为弹墙了。啊，一人一脚，哇，弹墙就不要贪心了啊！你看看，你这个真优美的血量，好了，应该有了，稍微少了一点点，谢谢，感谢提醒。这边才是做坏啊！哇，那个追不到。以前开玩开玩笑，很容易被打的，对不对？太贱。他速度很快的，晚上好。还不到，那是第一啊。重的话。
说话也嘛，驾照再提一下。这个距离轻摔就好啦，没死。哦，这个香沙就是爽！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五颗气油过你，妈七哥八哥哦！这个香沙就是舒服。红。嗯，这边的才是做坏。以后打那个十四要多一个 BP 自制人哦。跟他相杀很衰的，他如果集满那一脚跟他相杀，根本是地狱吧。哎，这是什么？那中东女死，整队死啊！啊！不能，中东女死，整队死，想摔我？哎！哦，小心，还有一脚。你怎么全部都没挡住？什么？我要整队死了。一只死，整队死。他们两下都没挡住，老板。哦，这个不能留啊！这个不能留啊！哦，刚好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哦，这一只怎么打？哎呦！什么抢血？管你！哎呀呀呀呀！只能他一直丢罐子就好强！哎呀呀呀！再多追水！可以啊，我只要没什么问题，早一点都不他没有底啊，我只是变坏而已。在走刀，啊，应该蛮慢的。啊，完了，把气都给他了。哇，这样还跳过来。五颗现在给我，你这么狠，三颗现在给我，要给你，要出来啊！哎呦，捡到钱，三颗金给我就难打了。还有机会啊，绝地求生！啊！你再刚好闪！啊！要被折了，要被折了！走开！哦！你不要去追过来！好，失误，还有机会。干！我要
爽啦！哦，哎、欸，真的会跳呢哦。所啊，被抓到了！哇，啊、这么多、啊！绝地求生呐、啊！这么多！哇，这逆转耶！帅！还冲动！冲动吗？你用无敌的！没有，他怎么那么痛？哎呦！两颗。那个老爹血太少。惨惨惨！太危险。被扛扯。而且他，我刚刚想说会输，他也是无敌很久。太危险啦！简云龟说：“等一下剑魂你就知道了。”乱滚！啊！好！哎呦！啊、哦！完了完了！干嘛？我贪心。干嘛？居然没有中！我他妈最会反凹。哦！哎呀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我。再多分享哦，感谢感谢，可以多聊天。我怕寂寞，哎，这么能还好。选将军这边就有人一直选将军啊，啊，白压了。感谢追随。那麦当劳叔叔，你们想他头发是薯条啊？啊，又被归了，又被归了。这个还好过分吧？啊，我钢铁人啊！咕！哦，这个可以哦。哎呦，新人阿宝刀延迟可以哦。变一冠了啦！哇，我跳！哎、欸，怎么在？他脚伤，哦，他所有刀都死了，他没有这种东西。有啊，他那个前上前。干这算他妈屁！他前上前刀。哦。这是几百年才发的。哦。哎呦！他可以穿起来，这么快啊！他们那种兵应该有百分之七。五天了，还有机会啊！五天了，还有一点点机会。四刀刀，飞啊！哦，不对，飞啊！哇，被抓到啦！再差一点。古天乐撑不住了，那是单纯是因为打位机比他低太多人才可以用。那是厉害的。哎，怎么个金角？我被切那个，等一下，哇呀！过来呀！
哇，不要全军全好，这全军全太危险了。我还要里面复合。哎呦！啊！啊！亏了，竟然没有打到，亏了。不人神，快！不能神。你花钱跟我一样颜色啊，太哥了。没啊，这是品味。哪里品味？你们应该你们应该就跟他跑。哦，太慢了。哇。什么？老板那个是？喂！哎呦，还滑嘞！啊哈，跳接波！啊，慢了。哎，好险哦！哦，这个将军好帅，我就死了。哇！竟然最后是马化腾，马化腾，马化腾怎么处理呢？啊！轰过来，还没死。哎，我打，我知道你要用的。你犹豫，你犹豫，我就有机会啊。我熬得了。啊！一起凹啊！快来！哦，我的没中，我要吓死我了！啊，干你哎！我还有，哎，哎呀呀呀呀！方式，老板你要钱，老板绝地求生啦！冲啊！我往前跳多少？在角落。堵在角落。有啊 ，PK 妹呢 ？PK 妹不算玩吧，他只是……他不在玩，他不是在玩打撞球的。PK 妹玩很多，他一吹，哈哈哈，格斗不精啊！我觉得一吹很强哎，强建立在你要有高技巧的防守。他怎么会往那边走啊？才刚开始而已啊，不用怕。啊！他变成假靠北好不好？妈的，我。哎，宝宝不要贪心。那我们是你们不知道他的 PC， 他的提示下面是这样把他的，而且刀呢，我给你好。贪心了。哇，青甲没点掉！哇，我的血。干嘛？有踩手边啊！你看，我吹的，应该要在转上面。我们角色比较好练，草地八神克拉克啊，衰技克拉克那一种简单的，没什么多连招，没什么多连招的。哇，每次都被跳过来啊！
哎、欸，怎么变啊？哎、欸，哇！不要贪心，还是没有弹墙的话就不要贪心。这个不能留啊！一个失误就死掉。偷听啊！哇，闪不着！杀了！哇，这个不认流，所以就防守，防守很强。没有气的。哎，清脚妈的！到三五脚太多了。召唤神龙也好啦，龙拳，哇，好了半条哎、欸。啊，买车的。哎、欸，我子啊，确定。龟速哎，没有看到他在跟那个现在。好长的无限讲师，五 D 也被砍了，莫名被砍的秘密。莫名中刀。大家急忙在打、啊。哦，还好你没放。哇，想钻啊！哎、欸，太多血。不应该贪心。对啊，这只有时候不能贪心啊。不应该贪心。接吻的。他们在玩快打。哎呀！哇，跳不快，好险！没人敢省资源呐、啊！红龙。哎、欸，哇，我的那个，哦，什么这么先读的吗？很快换，很快呐！太烦了！哇，被波死！哎、欸，我跳上脚，我在那，老板刚才赛道，刚才那是跳跳中脚，飞过来还有吓到、啊，被哭死了。
砍来不及换血。一起出啊！没错。哦，你滚出来啊！呀！哎，很诱惑，很诱惑。你终于按中脚。吃老那一棍。啊！哎呀呀呀呀！别死！哦，呀，一定要给你死啊！哎呀，这个，这个是补子。哦。晚上好啊！你只要看到放针前，觉得到他们在放针。啊！不能抢啊！哦！哇！我中一脚就死了。不要踢我！好可怕！啊，我中脚啊！哦，哈哈哈哈！啊，滚错边了！死！哦，滚错边啦！行啊，打海迪伦就好打了。哎，哦，这招可以哦。哦，往前跳了，你往前跳是不是？中脚。哎，怎么远？哦哦，一直乱发气功啊！一直想请我吃塞哥波啊，污了半条而已。啊！哇！哎呀，这么快！哈哈，慢一点，被摔走了。家暴事件又要来了。手把，他们手把，姐没有。
我怀喷，你压到了。哎、欸，你压到了。我好，哎、欸，你看，给我求生的机会。哎、欸，快到！我、哦 ，A B 不哦，哎、欸，没转出来啊！姐姐哦，哎呀 ，A B 太低，被夹爆了。竟然会输他！哎呦！先中一脚，动啊！时间到了。哎呀，八百了，八百了！哦，没中。哎呀，来不及跳。打击得死，全队死啊！哎呀，死了！龙哥呀，头点摔跤啦！哎呀！哇，这个还不行。真面目，临死之前，临死之前的真面目，不要再撑了。哎，这是赛道还好，板花到哪边？
临死之前的真面目。两次，好险！啊！哇，这个一失误，真的会出人命！哇，出你！下一位，好啦，这一场赢啦！阿吉的十整对十，这打第一次的游戏。少接一下好了。哇！哈哈哈哈！是不是第一支赢九成？速度要快，破绽要少。哦，忘记放掉。啊，怎么？哦。沉了。就是这么坏的角色，哎，我没中拳。哎呦！来不及滚啊，那粘住就滚不走。第一下就要滚了吧？嗯。挡住还来不及滚呢。这一场又赢了。哇！哇，很敢生人哎！哎呦，好险！但雷电性能没有中东女那么好、啊。哇！什么？哦。
哎呀，回答啦，进不了身。啊，抖了一下。啊，发呆。哎呦，干什么？没有想到这一招啊。跑不走，不一样，生死者。我金角被吃，金角好险，应该在保持距离。他炸地板有无敌吧？没有，瞬间，但无敌不长。没有中东女的好用，哇，他怎么还没死啊？哦，下上头也来不及，被他摔了。啊，乱滚！哦，刚好，做坏的角色。哦，哇，我中拳没吃。哎呀！他先召唤了。嗯。我刚好下来吗？哇呀，250，一脚送你回家。啊！啊，跑了一下。不、哦，本来很慌哦，很慌，太扯了，很慌。感谢哦，在锅过来聊天，感谢追随，感谢感谢，石头都在这边了，哇。啊！我错了，好险！
哎呀！砸人呐、啊！哦哦哦哦哦哦！下面的 YouTube 啊，什么帮忙点一下咯，都是感谢，顺手点一下 YouTube 啊，订阅，感谢加入，感谢帮忙。啊，乱抢，乱抢，都给你的。乱抢，乱抢他亲脚，感谢追随。感谢哦！看我能不能行你而已啊！哎呦！哎呦！哈哈哈哈！压力之大，好。还可以哎！哇！哦。哇，好快 啊！这个不给你死怎么可以？去死！这一只怎么神？我靠！无敌在后面。哇，来不及摔。哇，其实刺太快啊，吃不准啊。还有一点机会，哇，跳太高了。我看我中拳。啊，太矮了吗？嗯。啊，啊，对。哎呦。不要死。血少的困难，香港被击击啊！
一摔就死。哇，这那么强啊，怎么样，我滚到那边去啊。什么，啊，又按了。你在等我，他不要跪了。哎、你在等我，实测实测，莫再跪。感谢追随，谢谢你们。哎呦，我赶快。啊！冲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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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是，这游戏太残忍了，只有一次机会啊！感谢追随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谢谢。哪一个？龙哥，你帮他看一下。哎，怎么那个指令？我很多东西还没用，而且昨天在弄订阅，也弄、啊、哦，弄得蛮久的。有够安全啊！我再问了一下，太残忍啦！啊感谢你们追随哦，谢谢神奇宝贝。这边这边，把我旁边才看得到。会啊，这次去日本也是三 S 了。啊！被中东摸到都会尖叫啊！啊！力太快！哇！应该下金角。哇、哦！我的血量其实是跟他一样的、啊，你不要那么……哎！哦！啊！生死之间呐、啊，顺你三 S 啊，猪猪人，中东顺八神，八神还是有是，但是八神可能打将军其实也一半一半，但打。打中东这些还是很辛苦。哎呀，我这哇，喷了喷了！哦，看什么？唤醒！没想到我压两颗吧？小孩好像也把将军八神换掉，打将军面对裸爆还是有点麻烦。反正不是将军就是八神了啦，没什么好选啊。冰女打这些角色真的太有点难打了。
也是要看强弱啊。八神如果改太弱，他也是没法没办法上场。雷欧娜，雷欧娜到后来是觉得你不如上将军啊，你住台北，先咬一下的啦。啊，要住台北啦。啊！哎呀，怎么没？哇、哦，这个有点准。我顶！哦，我顶！李彦军不行，现在太少只能上了，估计不到八只。基本队伍，反正我是四只啊，顺影将军、雷欧娜、中东。顺影跟将军不会换，排输五支，五支啊，排输吗？秘密也是雅典娜搞，雅典娜还可以，雅典娜打将军那一种啊，如果有遇到的话，就还不会死的那么快，哦。排输哦，性能强弱啊，缺点我大概知道。哇，被抓到！被抓到！就是这样。杀人！被抓到逃走就是这。比利打不了中东，打顺影也很辛苦，打将军又却反不了他一些东西。海恩，哇，老外喜欢挑战极限、啊，这一版不适合挑战冷门角色啊。哇，哇，刚好躲过了啊！哇，哈哈哈哈哈！你只能失误一次啊！爱丽丝好点。SNK 在处理女子格斗，今天更新八神啊，太大改了，专心处理女子格斗，但女子格斗好像只有日本在比而已。还有出大台呢，这次去日本的时候玩一下女子格斗大台。啊！我取消。不能啊，不能、啊！已经变成八。我是要正转手啊，变前 A 了。有啊，2980都有，他们那个中日在打2000啊，但是要用那个游具平台。哇，你这个2000我也是不错的。哎呀，啊，喂，太远。飞太远，零六医院哦，一直 Q Q 抢，还想抢我，因为输给韩国了，被算是输比较惨一点，2000我也是玩蛮久，哎呀，玩这个有点危险呐、啊。上去都给你啦，先不神了啦，我喷 fire， 嗯，你要不要升一滴，你要不要撑啊，哎呀，
来呀，来呀，来呀！龟！哎呀！龟！充值也比十三代还要重。嗯 ，YouTube 也是有2000的视频呢、啊，简直是无耻啊！我没有。哎呀！哎呀！第二集的电影是因为他失去他的妻子，他失去他的老婆。这一次的话就是。被你发现，我要抓了。哦，太久了吧。啊！没中，换我接了哈。哦，哈哈哈！开心。哦，啊，不能乱了，死掉。哦，盖到你的脑了。什么鬼、啊？哎、欸，你没有摇那么快吧？啊！接受死亡吧！啊！我刚知道你要气中。黑色蜘蛛人，干、哎、什么？啊，这个食物有点。哎呀，别！哦，什么东西、啊？来，让你转一下。来，谁的按钮？两颗啊？有啊，月底跟明，这个月至少还有两三场，日本跟大陆跟上海。还有后面还有几场啊，被抓到了，好痛苦啊，没错啊，有点哎啊，你不要冲动，啊，是没血了。哦，会啊，那快打很快就死了，乱打了。去都会多比几项啊，能比就比啊。龙珠也玩一玩啊，水平就一般般呀、啊。哇！哈哈哈！神！送钱给我花嘛。有啊，剑魂六，周六 DBJ 有交流赛啊！哇，就剑魂很多老玩家，都好厉害、啊！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哇，亏大亏大！没事，转后边了。
哇，直接要转。剑魂六的热度不错，比龙珠好点。龙珠也是微妙。啊，忘记了，忘记了，让你想起来，你还剩下一次机会。就台湾比较没有热度，比较不够啊。很杂的声音。地狱火精华，你以为地狱火很弱，结果超强。哎呀！哇！哇哦！啊！等我一下。哦，刚刚去抽烟。这么可爱，对面女仆店要开了，要请女仆来坐一下。DBZ 对面要开女仆店了，这才是，马上取消追随。女仆。他今天在试营运啊，应该快开了。请女仆倒茶水，去谈一下异业结盟啊。
错。他这边开女仆店感觉不错啊。先找人去探探路。对啊，女仆店，再去，明天再去女仆店聊聊，异业结盟。感谢哦，感谢，感谢订阅，这惊人的图又跑出来了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。非常感谢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十二月十五巴哈占据我也会去。会去一天。帮你的摇杆加个施个魔法，可能会失误率低一点。动画太小，就最多好像就这样啊。我看后台最大就这样啊。动画图要改大一点，那个动画图可以改大一点吗？现在就这样。啊，好，我再调整。他说订阅图太小。今天下播后再去瞧一下，感谢建议，感谢建议。等一下，杰尼龟抽烟。你们比较喜欢看什么类型的游戏啊？看被虐的游戏，虐人，被虐，格斗，装逼的，女仆格斗，装逼的，被虐，格斗，十四一定是比较多，会比较多人的，但是十四。是吧？女格今天更新还没改。晚上好，也有见这个啦，因为想砍你，要让你吃雪茄了。针对角色。喜欢看什么角色？来来来，安东，真假捏。精华剪辑，龟，称呼，失误的精华剪辑。哦，真假你也生，它是假的，我已经验证过了。看我吹不吹？哎呦！
啊，乱架招，乱架招，王八拳特质。这一版难，这一版难找，你找日本的应该几乎少。啊，手太短。哦。哇。哎，怎么那个啊？很会躲。哎，解不了摔。不要想凹窝鞋。哎呀，不小心踢到。赛事后的行程，什么赛事后的行程？好，月底啊，23号会去东日本比赛啊，组队赛的。被抓到，我跟小孩还有一个日本的一组，12月还有上海啊。哇，比赛之后的行程去哪玩是不是？做个指令，哇，开始学习做指令，感谢网络攻略，开发人们就这一代的开发其实就已经差不多啦。公主电脑有没有遇到老司机啊？哎呀，不是突然不会打不死我是不是？等好久。哎、欸，这样还被抓到、啊，给你机会，龟，突然发呆了一下，突然龟了一下，然后秋伯也会酒吧，没有，太久，突然遇到冷门角色。啊！怎么那么短？哇，太慢了！哎呀，一直接这个干嘛？比你快。结果这还可以，还行还行。
死啊，快！哎呦！你有没有抓到你啊？哇，来不及了。圣雪加了。他好像逃不走。哇！先来一只啊！气势要赢一下，快点！我还不能滚走哎、欸！脚怎么那么短？啊！来完啦！想走啊？先赏你一个凤凰脚。太大只，容易中致命中断了。不要！干嘛？我就不信你会起身啊！好厉害！还敢？没有放枪啊！我以为他不敢按。血多的优势、啊。哎，好好。啊。哎呦！啊，自己抓不好。都给你啦！哎呦喂！什么鬼？帅！杰尼龟，快约杰尼龟！哦，怎么没有出来？好险！
哇！哎呀，错招！啊，太远了，还被你转的，好险！赛道的。哇！被插河道。啊，雪卡，亮之刚好。来吧，你俩。哎、欸，怎么变那个？哦，行，给你踢，给你踢，快走，快走！哎、欸，怎么变那个？哎呦，这是连段，胡德帕，这是影子才有的连段。嗯，再一次我死了，我很容易中他中断的。哇、哦，这个漂亮！哇，刚好在外。哎，哎，我那个嘞，啊，狗跑，鬼死你，还来不及，好快哦，看那气功再来，都来得及，闪电，好快的瞬移啊。啊！啊！哦，犹豫了一下，就会变成。不要故意失误，好不好？我要正转手、啊，还有发呆了一下。你有假安全跳啊！假安全跳，
哦，差点被你飞走，猜错就没得验啦。是的，猜错。没血了，哦，挡死。无气了。哦，跳不起来呀，啊！真无哥的界境怎么可以乱跳呢？哇！哎呀，好险！还是要吃啊！哎呀，吃三只了嘛！终究要吃的。哎呀！这来不及，下楼梯。现在他打 QQ， 哇！哎，杀人呐，啊！她只是个小女孩。哦。没有，你就进房间啊，你就找个位置坐就可以啊。你先去空房啊。一样啊，他有那个游戏设置啊。不用啊，不用在游戏设，不用在游戏里面。你要你进房间，他那个右上就会有啊，有游戏设置啊。哇！哎呀，我要被打到！我没去。哇，来不及！哎呦，你拳头还出来耶！说不定下一代就回来了。嗯。哦，什么东西呀，啊？
啊，你想过去，我带你。应该会蛮卡的。哎呀！怎么多啊啊啊！怎么那么痛？怎么那么痛？打呀！还知道？哇、哎哦，好！完了，再次换你了。你敢玩弄我？哎呦呀！哇，那么远啊！这个更远！哎呦，都没跳起来！这个更远。下重手才对，哇！没错，要用下重拳。抓到了哈！哎，你也该，谢谢，怎么的呀？谢谢，怎么的呀？是被哇，你要看他的灯号，要看灯号，几乎 QQ 没有用那个的话，没有，你要先不要用全屏幕看灯号啊，就是名字下面会有那个。灯号显示他的PIN啊，你看 ESC 看啊，看左上的名字下面哦，就是他的 ID， 黄灯就不是黄灯，大概80-100左右，没有，是自己要看自己的，你不用看他的，他的应该他的应该大部分都绿灯的，对啊，就是不稳啊。用 VP 还是会用 VPN， 有的实战很哦，但大部分还是要依靠 VPN， 就是不顺啊。对啊，在玩 QQ game， 因为有一个专门玩98的，比较难找到对手啊，垫个牌也好啦。哎呦！啊，你还没进去，还没投币的时候就可以看你自己的灯了。可以离开啊，因为你还没投币啊。然后你要选电信区啊，大部分都是电信。对对对，台湾都是电信。哦，队伍名呢？不知道，还没问呢。你队伍？队伍名金八狗。来啊！电信一心魔，一啊一区跟二，对吧？电信的人大部分都是电，还没问呢，等。
抓到。哇！在乱踢嘛。你这跳！对，有小孩跟一个日本的、啊，小孩再次跟小孩组队。红灯啊！我在看我是绿灯啊！快点！对啊，打了就不打了，打了因为连上去啊，所以会不一定会跳啊。魔王跟他们的跟孙哥一起了，本来是想跟魔王啊，魔王有他的选择、啊。哎呀，哎，你是失误啊！哦，哇，我最会打尼尔森的人。哎、欸，怎么这样没高啊？今天怎么失误啊？哎、欸，戳，完了，要被连五了。是的，小孩跟一个日本的。等一下，我陪你打。哎呀，十点，哎、欸，杰尼回到十点啊。我十三我会啊。哦，我了解你的意思。啊，飞不走，那可能先练练。还跳得走。啊！哎、欸，乱了，我真的乱了。New Joe Mini 好像没办法播，可惜呀、啊。嗯。我知道你要来了，可恶啊！哎、欸，没抓到啊！你想抓我？谁跟 N 有组了、啊、？N 跟 Skova， 还有 Akira， 哇、哦，好强、哦，好强的队伍、啊、！N 跟 Akira、Skova 很强的队伍。晚上好，十一都还没出哎、欸，十一位是略懂。哇，怎么跳不起啊？跳起来我也挡住了，没错。喂，哎，这么准啊！哦，哎，忘记这个怎么装逼了，没用啊！忘记怎么装逼了，可恶！忘记怎么装逼了怎么办？哎呦！忘记怎么装逼！哎哎呀！哎呀哎呀哎呀！全部哎呀，全部在我的陷阱里啊！十一连 New Joe Mini 都没上 ，QQ 也没上十一。啊，最后一场了，最后一局啊！你今天是？报仇无望了，只有剑魂能让你报仇了。哎，真的，十三算少了，要约啊！十三要约、啊。
剑魂，我跟目前抢食都输啊！啊！要剑魂打死你！哇，我上大门跟克拉克打他都打不死啊！哎呀，真没打到。哦，我有受过特训的，你干什么？哇！让我临死之前浴火重生一下。哎呀！想玩我？钻不进去！哇哇哇哇哇！一家！哇哇，拿电击棒！哎、欸，好像是这样。有啊，小林还有在玩啊，小林跟蹦蹦车。啊，应该正转正转，犹豫了。你一直逼咄咄逼人哦，就是要咄咄逼人。你不要一直咄咄逼人哦。这些公安都超绝。啊，到后面小兵看起来都很强。对啊，因为像这种条件下，公安都比较准，不错啊。哦哟啊！哎呀，跳得不错哦！完了，是我不能报仇了吗？哇！哎，你又被打得好痛！大胖子最讨厌了。哎呦！哦！呀！让我临死之前，让我临死之前！哎呀，这个还比人家短！临死之前。临死之前，成了。让我临死之前，哈哈哈哈哈一个钟，再来一个。还管？哎、欸，怎么没踩到？临死之前，临死之前我用一用。龟临近战，龟中我中段太慢，被武林禁忌打死。你竟然用武林禁招！竟然敢用武林禁招！犯规的武林禁招啊！试一下那个一套死。
哎，什么一趴？这一招有点难的。哎，好像是这样嘛。哦，没有啊，最近才看到，最近才想用一下看看。哎，是在气功那个。啊。哎，错了呀。啊，太慢了。这应该是轻的。哎，刮不到那个人怎么弄？哦，这接错了。有没有？哎呀，还在偷机器。哎呦！我。哎，要手刀才会死。哎，不能接手枪哦。看，只能手刀解决他。嗯？扫五滴跟接错了。应该刚好死啊，接错了。哎，汉堡王找我玩。哎呀 ，Go！ 那四器的忘记怎么接了、啊，四器的装逼连忘记怎么接，四器的装逼连是。哇！嗯？哎，四技这么接？接一百技的吗？四技那个啊？是我在角落还是？对方在角落。啊？
嗯，然后爆气啊，好，是的，装逼脸，嗯，久没接都会忘了。成功打汉堡王，啊？什么？开枪来不及吧？哦，哦，没事，没事，轻的开枪啊！看不见我在线。送房间。跟香港的打一下。